熟了，老弟！哇，18斤的大龙虾熟了！哎呀，哎呀呀呀！给我姥姥开一个18斤的大龙虾钱吧！天天跟你们要小红星，你们也不给。今天这个作品，我就不要小红星了。进来，老铁，看看就好。老铁，一定给这个孩子个小红星。老铁，给一个吧。那老人都要了，给就给一个吧。不给我小红心，给我姥姥点一个啊！